欢迎来到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奇怪。我是阿森，已经很久一段时间呢，没有拍那个泡泡玛特 Molly， 泡泡玛特 Molly Space， 我重来 Mega Space Molly 系列的，没开了。然后这只啊，拍到现在已经进来很久了，但是啊，实在是很忙，所以说很久没有开箱了。400趴，好，然后直接开箱 ，Let's go。好，不行的话，小编就加速。我要把影片拿缩在最短的速度。480的 Molly 啊，太久没有讲的话，而且它叫做 Mega Space Molly 系列哈，我整个都哈不太顺好 ，Sorry， 所以各位请见谅哦。盒子比较特别，派大星哦，然后后面呢、啊、就是做的还蛮卡通的哦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然后跟 Molly 脸影的那个图案，然后这个是章鱼。派大星是章鱼吗？还是派大星是海星？派大星是一只海星。我刚刚还以为派大星是一只章鱼。很可惜的啊，就是我们那么多次的派面，就是没有海绵宝宝。因为当时海绵宝宝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入坑 Molly， 到后来的话才入坑 Molly。一样的话，这个我们就不开了。哎，一样是一个信封，然后开箱。你可以加速，再加速，看重点，看重点。哇，这个盒子好像也没有到什么宝哦，跟材质不一样的。其实拉泡泡特啊哈，在朋友圈里面啊哈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啊，应该是一种小，哦，包公，哎，类似啊，类似那种潮流玩具的，你这就设计的漂亮可爱。哎，走开。来，首先开箱一下，派大星的这一支 Molly 小手枪。上色一期都没有，欸，非常，欸，这是质感做得很好，欸，啊，一点点，他把粉红色、紫色跟这个算是海绵宝宝的 logo， 你有看到哦？他这条线，哦，这条线，他染到紫色的，但是我是不知道他是故意的，啊，我就感觉是故意的，欸，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哪有那么均匀，那么均匀，但是这个绿绿的又有深到这个线，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一点点一期啊，但这个看你是归不归宝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每一期应该都这样子。毕竟它不是精品。然后，哦，好，你不要吵，等会儿开箱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等我开箱完，你们要加速。但是派大星的直接转后面，好，他没有用，没有印那个 Space Molly 啊，他只写2023什么什么，然后这个一个签名，然后就是海绵宝宝的浪的 logo， 我觉得还不错。最好看，为什么这只会买呢？第一个它是粉红色的，第二个就是。它的那个氧气瓶啊，里面呢、啊、放透明的球，欸，不是什么冰块啊什么的，也不是海绵，它是放透明的球，所以我觉得质感啊超级好，而且实际看哦，它的背面的这个氧气筒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超漂亮的，很透。但是我是不知道它卖的好不好，好，我把手套拿起来。好，翻完正面，派大星搞笑的脸，我觉得派大星啊跟海绵宝宝比起来，海绵宝宝的头盔啊盖下来之后啊，我真的觉得海绵宝宝比较恐怖，我觉得啦。但是派大星看起来就是一个微笑脸，加两颗眼睛，再加一个八字眉毛，就没了。打开，一样的 Molly 的眼睛啊，改成绿色的，这个地方配紫色的，好不好看？见仁见智。开箱速度要快速，现在就是介绍给大家看哦。这个是用手感漆，就是消光，我们漆成片叫叫消光，哦，的手感漆就是雾面的，所以这种漆的材质啊，看每个人讲法其实都不太一样。有些时候，因为我们在漆成片都叫做这种叫消光色。那也在玩具里面有人做这个偏手感，手感，摸起来的手感，是什么色？手感的颜色，看感觉。好，这个是用亮面烤漆的，所以说它会有折射，然后消光烤漆它就不会有折射，所以我们才会送的消光。手放进去，我看它这次的手好不好放。哎，这次的手啊，公差没有很大，所以它这次的手非常的好放，会不会久了之后枪卡到漆也不得而知。好，害怕的话你就请你把枪拿走。手部的部分的话，跟手臂，好。亮面漆、手感消光漆，然后在这一环，哦，又是亮面漆。其余的话，在耳罩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是用亮面的。然后整体转一圈，手举高，哎，让人家看一下，看有猫眼的，腋下这边，哦，腋下这边，它的上色上漆啊，都还蛮完美的。但是最漂亮的还是它这个氧气筒啊，哈，哦，的那个导管，好，哦，用淡粉色渐层拉到这边透明，又进入淡粉色，我就觉得这个做得很漂亮。再来就是它的裤裤，绿色裤裤上面还有印一些紫色啊的图腾，
然后脚步的地方就是 Molly 跟派大星，看有没有网友知道他这个签名啊到底是什么，可能是用公司的签名还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我对那个海绵宝宝啊就没什么看，但是是为了 Molly 去收藏，因为我觉得小编啊，应该小编觉得他粉红色的很好看。然后这边就写我英文不是很好哎，他就什么 star 的哦，哦是派大星 star 的哦，对，然后 A B 牛。OK， 那就是这次的开箱。特写部分的话，直接叫小编特了啦，我不要再特了。拜托。好，镜头好，然后男人走开。我要减少时间，然后小编特写上。派大星部分哦，特写部分让你们看一下。透明导管加上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球球放在它的氧气桶里面，后面的这个 logo， 然后枪，这支枪其实做的还蛮可爱的，然后打开，啊，怎么一个三八字？刚刚没看到，然后眼球部分，亮面漆的眼球，我比较不喜欢就是它为什么要做这一线。但是好像大部分的那个 Molly 啊，它都会有这条线。那这条线就很像这个颜色配起来像球员啊。那大致上还是很好看，毕竟它就是 Molly。OK， 那到了我们正奖时间了啊！按照阿森频道的惯例啊，多多少少有钱没钱都会送一些赠品，但是可能的话，因为经济拮据啊，所以会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但是我们这次啊，送的东西啊，跟那个正奖方式啊。之前啊是选择用那个自己我阿森跟小编共同挑选出比较好的文章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蛮好像哦，每个人啊写要做，然后都我很难挑出来，因为每个都写得太好了，所以这次还是决定啊回归用那个抽奖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人的那个账号的名称哦，那个抽奖系统啊就是抽不到，怎么抽就抽不到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对有些写很多很多心得的人就感到觉得很内疚，很抱歉，但是那一部分的话，我会再想办法。但是这次的留言方式啊，我们会限制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要说什么，我要抽奖啊，很敷衍的那种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就不会录取采纳，因为我抽出来的，人他写的留言啊，要是比较有用的，我不希望是单纯只是为了说我要抽奖，就这个样子。啊，留言的内容都可以，但是我也希望说，如果有好的意见啊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，或者是说。看看说你们有什么觉得抽奖方式啊，更加的公平等等之类的，这也是我会去参考你们的留言，然后接纳你们的意见。然后这次的抽奖赠品啊，就是哈奇布鲁的卡片，如果想要哈奇布鲁的卡片的话，可以说。但是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会抽出三位而已，因为没有很多钱啊的幸运网友啊，直接抽中的，我们在mail给我们小编之后的话。直接写说，现在当今你在我那时候抽奖的时候推得到的盲盒，就比方说博上的推盒机啊，有在卖的盲盒，然后说你想要什么，然后我就会直接推什么给你，就抽三位。当然，不要跟我说盲盒要什么很大的，大概在300多块啊、400多块啊左右的那个盲盒啊，就直接跟我们小编许愿，然后没有给他说你想要什么，然后要买得到的吗？买不到我也没办法，买得到那我们就直接抽那你指定要的盲盒给你。那假设啊，在一个月之内啊，我的点阅率。有超过1000次点阅，然后后台的平均观看数啊，至少要5分钟啊。我也会公布后台观看数啊，观看时数啊，有超过5分钟，然后1000次点阅，只要在一个月之内，我会加码到5个，就抽5个人，然后你们可以指定你想要的盲盒。然后假设你们不想要盲盒啊，你想哈奇布布的卡片也可以。你假说我不要盲盒，我要哈奇布布卡片，不用抽奖，你直接写这样，我就直接送给你，然后特别寄给你，然后上面还可以签我的签名给你，总共有。4张，不想要盲盒就写说你想要哈奇布鲁卡片。那大概这就是这次的赠品啊，跟抽奖方式啊。如果说有更好的意见的话，随时可以留言给我们小编看，然后小编就跟我讲。OK， 大家拜拜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打开小铃铛。拜拜。再见。